现在时间5:08，这也是云晴湖，云仙乐园的划船湖，这是云仙大饭店。其实云仙这两个字应该也是从日本来的，日本九州有云仙这个温泉乡，我就去经过，但是好像还没有在云仙泡过汤，有机会要去一下。那乌来这边它的水质碧绿又清澈，我有太阳的时候我说它是像台版这个人野八海，没太阳的时候我可以说它像台版十二湖清池，因为实在漂亮。那这个划船的活动到下午4:30就结束了，所以下次要划船一定要清早。还有两人的、四人的都可以划，还不错。然后硬体方面建筑都是像中正纪念堂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，可见这是一个是年代久远的乐园。它其实也说乐园也不像，比较像度假村吧，我觉得。然后有原住民的射箭、漆弹啊这些活动设施，然后这里有这个当初风灾造成的惨象，苏迪勒台风。那现在已经恢复原样了，还是很漂亮。220元搭缆车，然后逛湖景、走森林步道，我觉得很值得啦。好，以上。